策嚟到有段股。嗱、嗯，中醫咧就講究望聞問切，而通常幫你把脈嘅時候嘅話咧，你都知道咧有個細細嘅枕，咁你個手咧就要擺喺個枕嘅上邊，然後咧醫生再幫你把脈。而呢個脈枕咧，其實就好多講究嘅。冇錯啦，咁啊傳統嘅脈枕咧都係用嗰啲綠豆啊，再加啲沙粒同埋嗰啲草藥啊，用布縫製而成嘅。再高檔啲嘅話咧，就用羊皮或者牛皮嚇。而阿霍生就話咧，佢屋企收藏咗一個咧用酸枝製成嘅脈枕，上百年嘅歷史嘅嘞噃。我哋今晚聽下一段故啊。我家的劳动能手酸枝脉枕，劳动历史一百几年啦。咁系我屋企嘅父亲嘅以前嘅，即系喺临床睇病嘅时候啊，就即系我嚟睇病嘅脉枕啊。使唔使咁名贵啊？简简单单把个脉啊，都要动用到酸枝脉枕。我哋平时去睇病咧，最多净系用一个普通嘅枕头仔啫。众所周知啊，中医诊断咧系望闻问切嘅结合。把脈就是屬於其中的一節，醫生可以通過病人的脈搏情況了解病情。這個酸枝脈枕的收藏者霍先生等於中醫世家，他的爸爸就是大名鼎鼎的一代西關名中醫霍耀慈。霍先生一家幾代都是用這個脈枕來到人而濟世的。他名貴就是一個他的工藝，就是很精細，本身是酸枝有百多年的了。很多我父親的同行，我覺得我很多陶寶酸啊、何竹林啊、可班好啊，幾日個個成都有成百歲咁滯嘅咧。而家係如果仲係健在嘅咧，一百歲過外咧都係冇嘅。成個脈枕啊，以竹節為外形，滲透出一種清幽淡雅嘅氣息，實屬係一件高檔嘅藝術品。喺竹節嘅中間位置有一個弧度凹咗落去，好明顯咧係專門為病人嘅手腕位置設計噶，非常貼心。特首留心观察啦，仲发现脉枕上边仲刻住一个细葫芦，原来佢有好深远嘅寓意。话说葫芦一向都有普济苍生嘅意思，而以前咧好多行走江湖嘅侠医都系用葫芦嚟到装药嘅，可见设计者嘅独具匠心啊！佢到底咧即系做医生里边好强调嗰种圆弧济世，呢个医药利人方便术，圆弧济世即阴功啊！咁啊叫你都系要。做醫生咧，都係有一種私人於眾嘅，即係含有咁嘅用意噶。喺傳統西關中醫館逐漸沒落嘅今日，作為一代名中醫嘅後人，霍先生咧依然不斷咁樣為家人同街坊把脈診斷，令到父親嘅醫學真傳得以傳承。而呢個酸枝脈枕咧，亦都不斷延續住佢為病人服務嘅使命。